不同的频道，听上去应该是个非常年轻的朋友。好，不同的频道。他们都说我怪，他说到底哪里怪啊？而且我觉得我唱歌挺好听的。You can bet there's nothing but net when I am in the zone and on the roll. But I got a confession, my own secret. 放学了，走了啊！放学了哦。哎，你们觉得我怪吗？有一点啊。怪就好啦，怪就怪嘛。燃烧吧，少年！有请不同的频道赵磊。怪，我最喜欢怪的频道。他学了普通 disco。带着不同的一点，我穿着不同的鞋，很不同，你穿着不同的鞋，掏出不同的耳机，找点不同的感觉，来一首我最爱的不同音乐。我在 KTV 唱歌也都这样。不同的地址和我们不同的药，方便不同的音乐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我不同的灵魂在不同的处下站，不同大池中不同的燃烧，不同的 disco， 我们不同的摇，不同的心脏在不同不同的跳，有不同不同的动词，大池之中出笑与笑，在这不同的一天，我穿着不同的鞋。我是我，这个特别，真的特别。希望他没有吓坏小琪琪。我们这里没有这一类的人，我们都是走心、走文艺、走颜。你可以用一种不同频道的方式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赵磊。大家好，我是赵磊。大家好，我是赵琳。大家好，我是赵磊。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定的？啊，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和身边很多人就是很难 get 到同一个话题。这首歌就是一个虚拟人物唱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会选这首歌本来就很怪。通过刚刚的表演，两位少年掌门人当中有一位跟我们看法一致，并且更快地选择了你，他叫李宇春。哇，恭喜你。我其实一直都会喜欢一些比较奇怪一点的男生，奇怪的人他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，可能有一些古灵精怪，所以我会对他比较好奇。我们喜欢奇怪的少年。好了，我们不要他了，用赵磊来弥补我们的后悔。拿走。